我们要来玩猜人名，没错。规则就是从那个六三开始好了。你是第一个出题的，你先问。我这个人他是真实人物还是虚拟人物？你的题目是什么？我忘了。不是你刚出的吗？你急了，学生。对，他都问你他虚拟人物。他是男性吗？不是。不是，你的反应给我很像，他好像不是女性。好，这个对，请问是卡通吗？我没办法回答，你怎么逼人表态啊你？对啊，我这个虚拟的角色，他是这个作品的主角群之一吗？是。好，哎呦。哇，进度好快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游戏一下好不好？哪会快啊？作品这么多，不要紧张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已经叫是娜美了。我的是近五年内的作品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会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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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这个，我觉得已经是很奇怪的东西，我要再想一下下。这位虚拟的女性人物来自于小说吗？不是。他是跟猎人差不多时期的作品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哇，那我那边知道的作品不多哎。没关系，这个角色他是人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难哦。那我的作品是猎人吗？是是是是是。他是。品牌吉祥物吗？是。哦。VTuber 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我好远，很远很远，你很远，你超远了。我的这个有特殊能力，但是不是与生俱来，有可能是后天修炼或者是后天得到什么能力的这个男生的，不一定是主角之一的这个人哦。他会忍术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一个小提示啊。那我可能需要好大的一个提示啊。我觉得他的提示就是，这是一个游戏的角色啊。哦，反差解一下，全部砸掉。对你来说，现在只有他是女的，这个是游戏。他是女的游戏角色。四鬼的提示是为了蛮接近的吧？那个猎人试炼，我脑中有一些想法。OK， 好，换我给提示，对不对？来来来。他最后死了。哎，我觉得好像不能这样讲，他其实不算。到底有没有死？是非常具争议的。Michael Jackson 呢？来，朱大哥。朱大哥。一人要给小提示，要给小提示啊。很大哦，很大，很大，只有一个颜色。他全身上下只有一个颜色。只有一个颜色，它跟吃的东西有关吗？有。我的大提示是什么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前三有名的女性游戏角色。来啊，吃鬼可以了吧？请问是那个炸弹魔？哎、OK，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没错。恭喜你通过我们猎人试验了，来，Hunter License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给超大提示，然后看能不能猜出来？你的这个只有一个颜色的这个吃的品牌吉祥物，它是一个大哥。它只有一个颜色，但它还是大哥哦。我还是想不到。我刚刚讲，我刚刚写什么吗？料大。整个品牌只有一种颜色。我再给你一个提示，他跟 Normal 长得很像，好抽象，就长这样。他是一个大哥，一个大哥。哎，我这个是不是打僵尸的、啊？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讲一个很大的提示啊，跟打僵尸同一间公司。马啾。够大了吧？超能力是把猪啊！完了，会把猪的人应该都会人数乱讲乱讲。我看，那再给你一个提示，我们现在就是一提提到有办法。你的角色是紫色的，紫色。对了，我对了，我对了。你问一下这个大哥，
他的朋友里面有小偷吗？有了有。你的这个还哦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体格大的，体格大的，体格大的，他大腿超粗的。哦，这样问一题是不是？他中国风的。老师，我的大题是你的这个作品跟他的作品名字有重复的，作品名称就有答案。对，女主角的名字是英文字母叠字，然后男主角的名字是三个字，然后他前面两个字音很像。没了，我觉得他没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没看过。那我揭晓了哦。好。我没看。